但是你不是要学呢？拿起来吃了。好厉害啊！现在你们买的？对，那咬很远的它。但是我不能。为什么要？我为什么买这个？因为每次吃饭哈，那边很远的我都拿不到，都被人家吃光了。大家都吓到了。因为很多人把花生米就摆在他前面，对。没拔成光。哎。好久没有了。对，咱们是美国家买，多买几个。哎，对对对，要不要叫爸爸买两个？好。哎，宝宝，叫妈妈，妈妈在那里。宝宝可能去找了三天，还找不到。但是魔术店是吗？但是魔术店。那你卖他。不是，跟他买，跟他买。跟他买，跟他买。对。这个见几只？这个10万，赚你们半价。10万。你就中午吃陪同学的便当啊？就捞别人的鸡腿。隔壁说：“哎，奇怪，怎么我的叉子怎么跑这来了？”哦，厉害！你包包里面什么都有。对啊。我刚以为是醒酒器，喝完酒了带醒酒器出来干嘛？